青儿，青儿。青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青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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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你在哪儿呢？快出来，青儿。我不会再放开你了，青儿，我不许你再离开我，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了，今生今世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何为人，何为仙，何为妖，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只知道我爱的是你，这样就够了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从小到大，老天爷唯一做对的一件事，就是让我拥有你。我真心希望，我们相处的每时每刻，你的脸上都是挂着笑容的，而不是眼泪，好吗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无法拒绝这个男人。我无法拒绝他的爱意，还有他的怀抱。即使万劫不复，我也无法再跟他分开。咱们去弄茶吧。嗯，我来帮你。嗯。青儿，嗯，我们一起把茶叶按照叶片的大小分成三种，大、中、小三组，好吧？让我来。哦。好好看家吧。看家。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什么人啊？凭什么不让我们打水啊？哎呦，误会误会啊！我是这龙井山上的茶农，我没说不让你们打水，只是麻烦你们让我先打一桶。凭什么要让你打？这小哥，你就行行好吧！我今天必须要这第一桶水，不是第一桶就没用了。我们也必须要这第一桶。你们要这第一桶干嘛呀？我们也要沐浴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沐浴用什么时候都不行啊！这位爷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就行行好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一早啊，
我把第一桶水送到府上，今天这桶就请您让给我吧。我要拿了这第二桶，还没人敢拿这第一桶。哎呦，看来今天这一桶我是非拿不可啊。等等，你想拿也可以，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非要拿这第一桶水。我奶娘病重，只有用这龙井的第一桶水熬制茶汤才能救命。哟，你骗谁呢？茶农还有奶娘啊。把水给他。爷，咱们可是等了一年才等到这个黄道吉日的。给他。是。多谢啊。爷，咱这一年就白等了。白事孝为先，这点道理你不懂吗？懂。爷，那咱现在怎么办？哼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这里风景如此秀丽，走，我们四处逛逛去。好嘞，爷，走。我请。哎，一个大男人干嘛这么宝贝你的手啊？哎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工了。好，来了。这个你就不知道了，这是我的独家秘诀，一会儿让你尝尝什么是上等的龙井茶。红了，疼不疼啊？我给你吹吹。哎，我去帮你拿把铲子吧。哦，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炒茶是用铲子呀。难道就用手啊？对呀。可是这……香啊，什么味道？爷，你看，好像是跟我们抢水的那个人。哦，他在干嘛？炒茶。炒茶。走，瞧瞧去。爷，年年品茗大会您都参加，什么茶没喝过啊？好茶我是喝了不少，但这炒茶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早就听说这龙井茶的制作工艺，那是十分了得。瞧瞧去，好香的味道，可否讨一杯茶喝？哎，是你们呢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在炒茶呢，手不能停。进来坐吧，一会儿茶炒好了，我请你们喝早上那桶龙井水冲的茶啊。小青，招呼客人。来，两位请。来坐啊。不碍事，每年都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我的独门秘籍。
爷，这人看谈吐不像是个草间莽夫，咱儿赶紧走吧。哎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别学的一副草木皆兵的样子。